那什么签名给我。今天高才拿不到。加一下。那，明天十二点钟就过来。再包两个。我来录视频。录视频。输呀你们！你今天为什么到北京来的？输啊！大胆的说。院你们哪里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到北京来干嘛？说。输呀！你输好了。我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者。飞五八组队的，叫什么名字？高文南。飞五八，飞五八。我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副站一，我的房子被抢先十多年，到现在都没有起火。老教的，我是浦东新区的。你是老教的，拿过来。已经设防了十年，我现在都是立设家设家园。我是长宁区江州庙路墙，房子是宅，土地是也是所有权，给长宁区政府清征强拆。斯巴拉指出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宪法的权利。不能以言代法，以权压法，行事枉法。我是浦东新区三林镇，他们所谓的是排军营城是没有，无证无非法圈地，无证之前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项目，到九年了，土地荒废，到现在才有了什么浦东新区全他，我要会有我自己的财产。来北京干什么？说呀。我是警察暴力执法。对，我是公安局是说我杀人吗？警察敲诈勒索我们家钱儿，至今没退还。中华人大报死。在中华市公安局那个纪检委那儿放着呢，6000块钱，两条中华烟，一个购物卡。我是老贪污腐败，我的土地不给我。法院造假，没有法律文书给我驳回。完了那个什么，司法大时间关了我一个月。这是什么月？非法拘禁我一个月。你跟我搁这有法律文书，你。就是那个年报打台湾警察包庇罪犯。那刚弄啥呢？驾照啥？什么驾照啥？啊？什么驾照啥？是包客。我是上海市宝山区的周雪生。我是因为车祸引起了，后来我是2006年给他们密码检查站强拆房子，后来又是我丈夫给两军大的医院和我们宝山区政府穿到了里面，把我老公害死。我为了老公讨公道，他们又把我搞来去劳教15个月，你想我冤不冤啊？我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们老是要叫我写委托书，要叫我请假出来，要叫把我老公烧掉。我监狱里出来以后，政府没有一个人来问过我，你老公到底烧了不烧？现在把我老公已经7号箱子移到18号箱子，没有通过我家属，他们又通知我，这个劳教我已经上去了以后，本身是2月17号讲好给我劳教开听证会，他们两中院打电话给我，他讲是什么，你劳教听证会17号现在不开了，我们有临时在通知你，没有想到他没有通知我不算，就给我一用给我寄了一份是回驳的通知书，这是我们中国的法律吗？他们法院
都做了违法的事情，违反法律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追究？现在我们的劳教已经，孟建柱已经讲过了，劳教废除了，但是我就想呢，他讲劳教废除没有诚意，为什么我讲他没有诚意？应该我们上访人本身就是受害者，他应该讲不该坐牢，为什么劳教是废除了？他们把我们好了一个月劳教一个月拘留刑拘什么，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他就不给你劳教，就给你刑拘啊，给你给你去这样老是拘留，老是拘留也是叫坐牢吧。应该孟建柱讲一句，你们受害者本身不该坐牢，那就有诚意了。我是上海浦东新区的，叫吴胆英。我的房子被强迁了已经十多年了，我们那里造了高级的商品住宅，那个开发商跟政府官商勾结，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从来不给我们一分钱收入，没有一分钱的补偿，所以我要继续维权。大姐啊，大姐，你给他整，他报给他报死亡，我给我报死亡，我啊，你说吧，你打完你说吧。那个他故意打人，完了公安局把案全给改了，完法院，法院和人大报死亡了。别动，你这给你干什么？台上，哎，这找我还。哎。哎，说吧，咋回事？完了，到现在不处理，完了，中央都全国人大督办，让他给我处理。当时他报死亡了，中央人大报的，我还活着呢，08年报的，嗯。这张纸你讲呀，这张纸一张，三年就会了，给他吃了。三年没吃了，吃了吗？刘玉，小飞，我这个给你吃了是吧？老神官子，你还要吃啊？咋不参与？他不参与，他都不走。我们好走。我录一个啊，我叫戴成策，是哪里的？先报一下。男，60岁，吉林省雁门州东华市的。我的生活室是，我88年呢开发的水库被两村，一个是利民村、南屋村，那私分我鱼塘补偿款。1200多元，别说太多，别说太多，简单点说。哦哦，你就自己说就行了。啊，那行了。大概说一下。在2012年的11月7号，市政府动用了公安局200多人，带着枪，强行将我鱼塘损坏。行了。你把你们整的水库，没事让说呀。哎，把我打仓，把我爱人推到水库里。嗯。哎，就行。卡给你了，啊，卡给我了。我是上海的法医，法医女生，我上访已经有近16年了，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给我离场，也不接，根本谈不上解决，所以我希望这届这两会啊春节前解决，希望新的一代领导人就是习近平为首的领导人能够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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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
衣裳子，换老百姓的困难。我也要拍一张，我也拍一张拍照啊。那我一个月是老，这是老清爽，这哪是分辨率老高？哎，我那不要说他们是。我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受害人丁俊英，我是叫啥？一点四点十年之久，四点四加十年之久，为了维权，被打击了。打击报号14次，刑事行政拘留，还要劳教我还要劳教我，我现在希望新一届领导习近平主席为我们老百姓主持公道，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要用拳头坚持到这里。你放松的讲，好了，我就跟那个讲哦，老板，你这个字好打吗？不好打。